再割他妈的阴茎，先拆他妈的骨头，再炸他妈的人油，先煮他妈的猪猪，再杀他妈的尸猪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先斩他妈的四肢，再把他们碎尸，先扒皮草圈，再挫骨扬灰。没有无辜的共产党员，包括共产党们所受的杀种。没有无辜的共产党员，包括共产党们所受的杀种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先杀他们的父母，再杀他们的亲属，先杀他们的子女，再杀他们的邻居，先剥他们的人皮，再割他们的阴茎，先拆他们的骨头，再炸他们的人油，先煮他们的猪猪，再杀他们的尸猪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先斩他们的四肢，再把他们碎尸，先扒皮草圈，再挫骨扬灰。没有无辜的共产党员，包括共产党们所受的杀种。没有无辜的共产党员，包括共产党们所受的杀种。怎样杀死共产党？就这样杀死共产党。